咩偷聽器？偷聽器。領事館都黐住我，整個偷聽器聽到隔離啦，咪。咁咪好咯。就是那個醫生是彭外 West 的，沒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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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又走去哪裡呢？走去吃東西。我們現在走去哪裡？吃啊。阿伯，我們現在走去哪裡？吃嘛，吃東西。哦，這麼快吃東西，吃完東西啊，又坐巴士，車兜個彎就走，然後又坐回，不是坐在白圍牆，下一落15分鐘，然後又走。不過好過 Rocky Mountain 了，我覺得好過 Rocky Mountain 了。我猜到了，三個猜到了，哪有這麼多啊，裝備初初就是真的，看他裝備猛猛，我都覺得是有點貴的喎。